会上面猜嘛，对不对？等一下呢，姐姐会选出十位呢最可爱的小朋友呢，或者是呢最可爱的大朋友上台来跟他们一起合照。那我要怎么选呢？我要看一下，等一下他们在表演的时候谁最认真打拍子，或者是呢谁有站在位置上跟他们一起扭来扭去动一动。等一下呢，我要看一下谁最认真打拍子哦。我就会邀请你呢上来跟我们三位超级巨星呢一起合照，握握手。